Hello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哋又嚟咧睇只最新嘅 Pokemon 之神啦。咁首先咧，我哋会见到呢、这个太阳神兽啦，属性咧系超能力加降啊。咁同我哋最熟悉嘅巨金怪系属性完全一样嘅。咁啊，同我最初预计佢嘅第一个火加超能力系咧就揸一样啊。但系呢招咧非常之似火属性，但系咧就唔系呢一个火属性啊，然后咧就到呢一个月神啦，就是、超能力加鬼系喎、哦，唔睇错定非人系啊？之后睇清楚啲。咁咧呢招就系月神专用技啊，咁啊女神咧都系一发动技能嘅时候咧，就会系有啲第三只眼嘅。咁然后咧就睇到呢一度啦，咁啊同之前大家透露到嘅情报咧就有少少少出入啦。咁啊，依家更加确定咗依家出现嘅地方咧就系夏威夷，因为之前咧只系见到夏威夷嘅其中一个岛，而啱啱系见到夏威夷嘅四个大岛同埋一个小岛嘅中间啦。同埋左下角大家会见到咧系有个云层喺度啦。咁如无意外咧就系战斗设施啦。咁而呢啲咧啱啱个女仔咧就系呢一个博士嘅助手，而呢个咧就是劲敌啦。然后呢度咧就非常之有趣嘅地方啦，就系 Rotom 啊，即系我哋嘅电鬼啊，咁佢就会入咗我哋嘅呢一个宠物小精灵嘅呢一个图鉴嗰度啊，同以往嘅图鉴咧就今叫做可以有个大啲突破啦，咁啊，咁我哋继续都系嗰句夏威夷见啦，拜拜。